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洲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小程，行了，你不累啊？小姐。 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再让我飞10天也行。加速两发动，正时。 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泸州国际机场。泸州当地时间19:50，预计落地时间20:20。泸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t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y now.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 Thank you. 姐夫，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回去得好好休息休息。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 了不起啊！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江部长落地再聊吧。嗯，可算要落地了。不能落。嗯？气象雷达显示，泸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TOP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没那么严重吧？按风向判断。 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陆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动8动速，13米每秒，可以落地。可以落地。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速飞。 1120，1120，正上升，收轮。塔台陆洲8:0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6:上空进行标准等待。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嗯，立成啊，啊，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 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是，姐夫，姐夫说的对。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落。福州838刚进监管处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近在泸州落地吗？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近泸州838。收到，泸州838，下高度6000米。下高度6000米，泸州838。6000幺九拐。正式。6000幺九拐调定。幺九拐6000正式。高度存改变。油门回收 ，MCP 速度。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准备降落。下滑道截获。正式。复飞高度900米，3000意识调定。正式。放轮。826风向东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跑道35左可以落地，826。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哟，别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货运部的。机场关闭前最后一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讲。收学费。应该祝贺你，小肖，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老蔡，这些年谢谢你。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你等着，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太羡慕你了，4道杠。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算了。什么算了？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好嘞，好嘞，好嘞。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Welcome to China。来，我们拍照。哟。宝贝，生日快乐哟！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晚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呵呵。
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我周末有航班。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我不辞职。陈江，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应该。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喂，你什么人呐？需要帮忙吗？就是检查一下，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您开个价。
你是陆航的，什么问题？没事。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2182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两个停机位处。好，泸州的8158和8821呢？也在江苏境内，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泸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两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不行，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提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泸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可以。出差回来？哦，对，美国，你呢？瑞士，我亲手飞的。你是陆航的飞行员？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湛。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你好。好巧啊。陈机长准备去实习什么地方？中原路的乌鸦。台风来了还去跑吧？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暴转晴啊，太舒服了，谢谢你啊。是可乐嘉宾，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神秘职业。谢谢。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
蛋糕，下午送到的。三十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小肖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当时的侧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别呀，你不跟我聊，我这睡不着觉了，我就。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后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哈利，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起飞啦！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回来了，欢迎回家。除尘已启动，灯光正在打开，
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08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又是忙碌一天。嗯，顾部长好。早。你头发怎么回事？我忘记理了。晚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一周，回去做检查。是，我现在就去理发。等等，在哪儿啊？飞重庆。去吧。机管部，我是顾南亭，陆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刚才也吓死我了，微微，我也要被停飞了呢。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了，被他停飞了1个月。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
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8公里？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不好意思啊，南廷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谢谢顾部长。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好的好的，那您先忙，我先走了。好，谢谢。孙老师，哎，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哦，我看看。对。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谢谢谢谢。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哎呦，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3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你可真是劳苦功高啊！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哎呦，没有，这可是3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是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哎，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南田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好不好？哎呦，岁月不饶人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他跟不上啊，
这两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我收到了。啊，哎，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你可真会开玩笑。最爱的那款，嚯，谢谢。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长考核了。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撤了？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那咱们怎么办呀？你们转到客运部。转到客运部。哎呦，我，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我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啊，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哎，那您呢？您跟我们一起过去。我想退下来了。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十年都可以。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七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什么？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您可是五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小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航一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
我打点饭，今天啊我请客。哎，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哎，你好。老三。怎么了？到了科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必须的。融入你专属的空域里。